僕では全てあげたんだ。無事になるか苦しいだろうか、全て出した相手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事に描きつつ。就是我们住那个别墅的地方，我们住有三个不同的，一间是游泳池，两个房间的 v i l a 这两个一看就是那种比较好的泳 v i l a。 对啊，可以穿男生的。We are doing fishing right now。抓一些完之后，然后出美岛呢，我们拍一些家居的，比如说冰箱啊，那种穿的那种。这里吗？对，就对啊，所以我就是想问你说要不要拍那种。要拍，这边要拍。我这一次后期会做的比较过瘾。其实你还要不要菜后期拍？没有，就是后期只有光线，不是人修，你知道吧？比如说我会把整个背景拉爆了，再把女人给擦出来这样子。这边。比如说窗帘就逆光进来，会穿那种很透的。头发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那种很自然。自然的。我一直以为你会把头发染。我已经染了，现在没干了，很浅的，现在头发颜色。有吗？有。好了，还可能就。对啊，他说就是没关系，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像那个芭蕾舞的啊，然后像这种粉的啊。それだけに迷わして僕らの優しさと見える一択の夜とかで抱きしめたのよ。命山にあがく My babyなんか再反一下光好吗？然后你要把你的手伸长一点。不用，来。又要换房间了，因为一直在追光。不会哦。哎，好看吗？这个好看吗？再拍几张可以做一组。好。拿靴子吗？拿。他说拿靴子下来。不拿了。不拿了，穿拖鞋就行了。他不是有那个什么吗？我们住的这家酒店非常的法式。靴子吗？然后非常，我觉得感觉特别的夏天的感觉，而且。那当然了，我们是在夏天的地方，好不好？但是我觉得酒店的环境也非常的好，因为很法式的感觉。然后这也是 Peter 老师特别帮我们选的酒店，然后我们住的也蛮开心的。今天一整天在酒店里面拍了很久，所以现在我们想要拍一些街景。在那边跳啊、玩啊都可以啊。好跳！来，不要害羞，来，赶快来，来吧，来玩啊，跳！走路。挺好的，赶快自信，把你的自信拿出来。それだけに迷
わして僕らの優しさと見える。委託の夜とかで抱きしめたのよ。命たまにあがく My baby。 僕では全てあげたんだ。無事に乗ること苦しいだろうか。全て出した愛で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地に輝き続けてるよ。僕では全てあげたんだ。無事に乗ること苦しいだろうか。全て出した愛で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地に描いてゆくゆく。大大现在已经拍到了第三套了，但是我不幸的被石头挂到脚，你看都出血了。那我在一直在防晒，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个环境是的啊。说你就走，哎，走过来，走，好，走，看我这里，慢一点，好，蹲下来，蹲下来，对，蹲下来，整个蹲下来，好，很好 ，OK， 好，再来，对，好，对，跪着也行，好，好，看外面不一定看我，好，好，好，再来呢，别动，好，很好，跳起来，跳。好，很好，来，边走边跳，好，很好。天哪！妈妈，妈妈，一个巨人在那跳，把你们都震下去。
等一下去吃大餐喽，耶，拜拜。怎么着？你动嘴，我帮你出声好了。摄影师超酷的，好棒好棒！这泰国，这是我们摄影师聘请的泰国当地的著名摄影师康凤坤。你要说你要泰语。哎，好的。今天拍的风格的感觉是比较的自然、活泼、可爱、Q 一点的感觉，那跟昨天的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像今天我现在穿的这套泳装，就是非常非常 pink 的 color， 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在海边特别的亮丽。这是我自己给自己专门选的一套泳装哦，我相信我自己也会穿着这套泳装去和去。泳池里面或者是海边游泳。你觉得伙食怎么样？我觉得伙食还不错，中午没有时间去吃饭，所以加紧时间的 7-Eleven 买了那个素食馄饨，看起来还不错哦。
那我一定会被晒得很黑的，真可怕。哇，不过这里的风景好美。不要皱眉，往上看，不要看我。对，好。刚刚拍完这条衣服的，然后在大礁石上面，这边的石头真的很大很大。刚才爬上来的，脚还压在那个什么。石头上面很痛，那这边风景很好。快点，是怕我们抢光？快点，我们要抢光哦！拜拜。你要撞一下那个头发，对，很好看。好 ，OK， 对，放这边，对，好 ，OK。哦耶！成功了。现实跟今天太不一样，真的吗？应该是初秋的照片，从山洞里面。我一定要把这张放到我的开心。不要，这个放开心网上没看到。完全没有一点光，我还以为我起错床了。其实昨天晚上睡得不是很好，因为一直在看表，那我的手机上面也没有把电话改过来，然后就一直在看大陆时间，我想啊，快了，已经快五点多要起床。结果每一次要起来之后，后来想想都不对啊，应该是比较晚一个小时。结果我就很早就起来，在等时间，看来我是一个精力憔悴的人，所以。刚才化完整个妆的时候一直这样等
但是要打起精神来，今天是最后一天拍摄了。我们这次来说，其实尺度也挺大的，因为在以往的拍摄的片子当中，很多都是泳装啊，或者是比较多，但这次我们会带了一些唯美啊，或者等等的不同的角度上来借体来，所以整个感觉的状况会比较性感，而且尺度会比较大。但是大家合作到现在都非常的愉快，所以我相信今天还能拍出更好的片子。那我们今天比较 focus 在 cover 上面，希望我们的 cover 能拍得很好看哦。好了，现在我要去吃一点早餐，等一下再见喽，拜拜。对，其实这个光反过来，你不觉得这样好看吗？这边要我没有，我怎么会生气？你说你不用看，所以是太敬业，你知道他鼻子怎么弄伤的吗？他就是为了给我拍照的时候，结果前面有个栏杆不小心过去，咣撞到了，所以把鼻子给撞伤了。你相信吗？好的。对，我的太受了伤。全て出した相手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地に輝き続けてるよ。僕では全てあげたんだ、無事に乗り越えしたろうか。全て出した相手はそれに映る想像に描く大地に西卡，西卡，干嘛？你要上去补啊？为什么？要弄头发。嗯。啊？我拖鞋呢？我好不想起来了，我想睡觉。好累啊。今までしるすべてを楽しくしてみよう。
也是满载而归，所以心里面还蛮开心的。希望我的鞋子比较慢一点。